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在星期六的晚上来到由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好，今天有一种校园的感觉，大孩子跟上了，这两个人怎么没跟上呢？快乐家族。来，再来说一遍，我们是快乐家族。哎，这个夏天暑期的时候，青春洋溢的这个时节，我们湖南卫视一部好看的电视剧叫《我们的少年时代》正在热播，屡屡创下这个收视的这个佳绩。我们今天把剧组的朋友请到了我们的快乐大饼，来欢迎他们，欢迎可爱的张子枫。大家好，然后我在那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栗子。你先说你是谁？你先说你是谁吗？我是张子枫。少年时代里面，大家也多多支持他。下面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好久没来了啊！好久没来了，我们看到非常帅气的唐禹哲。你们好，我是唐禹哲，然后我在剧中饰演白粥。是他们的老师。怎么为什么笑成这样的？因为饿了。你喝热白粥，喜欢喝白粥，热白粥。好，我们的菲儿也来了，欢迎。大家好，我是菲儿。好，那除了我们菲儿之外呢，我们接下来还有我们三位主演了。好，我们欢迎 TFBOYS。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俊凯，在《少年时代》里面饰演的人叫乌桐。大家好，我是王源，在《少年时代》里饰演班晓松。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我在《少年时代》里面饰演的是尹科。然后这里面他们有不同的角色，有接球手，有投球手，还有叫什么手？捕手。捕手，对不对？好，千玺你是什么手？我就是捕手。我一猜就是。啊，小凯你是？我是投球手。投球手。那小袁是？我在里面其实演的是游击手。游击手。不是打鬼子那个游击手，这个就是在防守的，但是我击球非常厉害，我有绝招，我有绝招。哦，是吗？好，你能教教我们吗？你们三位那个有一些动作，好不好？我没有绝招。你没有绝招？你就只负责帅吗？对对对。那小袁跟我们说说看，你的绝招是怎么说？我绝招我试一下，我不确定能成功啊。是啊，试一下。Oh no！ 刚才那个算是哇呀哇呀，厉害厉害，可以各种算。哇！哦，哎呀，哎呀，可以各种转了。小袁，我不得不说，你的表情还是有点紧张嘞。哎，这个是帅的啊。千玺有什么吗？千玺，我没有绝招，我就是用身体去挡一些球什么的。用身体啊？
因为捕手他有一套自己的装备。哦，我看到有点像铠甲那样的，很帅的。OK。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可以送给我们现场的那个观众朋友们。我们用棒球棒打给大家，好不好？这个球我看有点会受伤，我们打这个可以吗？小鸡，好不好？可爱可爱，好可爱啊！哇，好大！我知道，我知道。摄像老师，摄像。好，谢谢。这个哎，怎么接球？谁能教教我怎么弄？这个就是先洗捕手的，这捕手的对不对？嗯，要把这个食指伸到这个里面。哦，它在里面是这样的，然后球过来就是用虎口这个地方抓住球就好了。捏准它。特别难抓，特别难抓。你练了多久能够抓到？第一节课吧。第一节课有。那你说很难，然后他第一节那个来配合一下，好不好？来，那个你觉得唐老师了，扔哪都可以吗？这个球太软了，弹力太好了。没有，因为怕我们本来是说这个球如果待会儿要打到观众的话，怕受伤，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很软的球。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来，再来一次啊！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成了啊！哇，成了，成了，成了！好，其实呢，我想可能这个棒球运动的魅力在哪里，可能大家还是要从我们六位啊主演的这个我们的少年时代里面去找，也拜托大家多多支持他们的作品，好不好？好。好，那今天除了有我们六位来自我们的少年时代剧组的朋友之外呢，还有两位我们快乐大本营20周年的特别板块，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功臣，带来过很多精彩的秀，然后同时呢，今天也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掌声欢迎宋茜、杨迪，有请二位。欢迎茜茜，欢迎杨迪仔，杨迪仔呀。好像学生啊！哇，宋茜好校园风啊！那我呢？你好！哇，我和杰夫我也是穿成一样的。那个，你明明是故意的，故意的好吗？哎哎，真的，杨迪，你这衣服是导演组给你提供的，是不是？而且导演组给我说，杨迪，你的这件衣服 logo 一定要超级大，真的蛮大的。我跟你说，你往旁边一站，真的有买家秀、卖家秀的感觉。为什么不太一样？怎么？黑我呢又整我呢，我要离他们远一点。好，今天我们其实是讲到这个少年时代啊，那两位其实也刚刚告别少年时代嘛。我告别有一阵子，但是很怀念。我知道，所以肯定有一些话要对这个学弟学妹们说，对不对？杨迪，对他们说啊。来，我就请听听看宋茜想要说什么呢？对学弟学妹们说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呦，天天向上在旁边录，你走错了。真的，真的错了。对，韩哥他们真的在旁边录，真的在旁边录，每天都做好多好吃的。对啊。好，那今天来了这么多年轻人，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青春大课堂。那今天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暑期大课堂，我首先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子枫，闲着没事的时候，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你喜欢做些什么？平时就是其他的爱好，然后最近就多了一个看漫画。看动漫是不是？看漫画？对，我就是在那个腾讯动漫上面会看一些，就那个腾讯动漫 APP 嘛。对，因为我最近发现那个上面有好多就特别好看的一些漫画，就是你知道一个没有少女心的一个孩子看那个之后就少女心泛滥了。啊，太适合我了。所以小公主，你说你是没有少女心的人是吗？我本来是没有的，然后我就煽动了我的小姐姐们一起跟我。哎呦呦呦，跟小姐姐们一起看。刚刚子枫聊的时候，我突然也有所感悟，因为腾讯动漫 APP 我本人也在看，而且我身边很多那种95后、00后都在上面看。特别火，哎，你们在聊什么呀？腾讯动漫 APP 95后，不瞒你们说，我也在看啊。
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是九五后、零零后的时候。说那个类型非常多，像有校园啊、古风啊、热血爆笑啊，这真是还有这个了解，这各方各面的，而且超过20000本的漫画。我觉得不瞒你说，何老师也在看，何老师也在看。不是，我跟你说这个。因为要向大家推荐的话，你自己一定要去了解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东西。然后这个腾讯动漫 APP 呢，是现在九五后最喜欢用的，用的特别多，而且呢更新特别快。有一句话就是说，腾讯动漫 APP 的更新速度就是你还没看完，人家都已经更完了。这个夏天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个到腾讯动漫 APP 去看。好，今天呢，我们下面的这个暑期大课堂也请来两位很特别的朋友。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身份，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两位。我们欢迎陈庚和乔诗雨，欢迎，哇，两位好，哇，我们给大家介绍。首先第一位，他是来自北大理工科的一位博士，但是虽然是理工科科的博士，但是他非常的爱好诗歌文学。他在央视的这个中国诗词大会上面已经是蝉联3期的擂主，非常厉害。我们欢迎陈庚，欢迎，欢迎，来到陪我长大的快乐大本营的现场，非常非常开心，就像做梦一样，所以有点紧张。要不要我掐你一下呀，陈同学？好，另外一位非常优秀的，可以说是声优，对不对？他不但是给很多大家熟悉的角色配音，另外呢，他也给很多的漫画配音，包括像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腾讯动漫 APP 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这个漫画，也有我们乔诗雨的配音。欢迎诗雨，欢迎，欢迎。谢谢。如果我们始终无法扭转三年的结果，请你一定要在人世间等我，就算走遍天涯海角，我也一定会找到你的。燕北的战士们，燕北没有抛弃你们，听我的命令，跟随我，我要带你们回家。这个暑期在腾讯动漫 APP 上有很多海量的作品，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听到乔诗雨的这个声音了。所以你是专门学的这个吗？不是，我是学表演的。你是学表演的？对，因为减不下肥来。那哎，诗雨刚刚听到她的声音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有小女生的，然后有那个甜美的，但也有大将很英气的，对不对？你可以用不同的声音说我们的少年时代吗？比如说小姑娘的，很小的小姑娘，很小小，我们的少年时代 ，It's good。然后小男孩，我们的少年时代，哇，好厉害。还有呢？还有什么？会稍微中年一点的可以吗？我们的少年时代 ，It's good。老年一点的。我们的少年时代，老年我还没有设计。你准备好了？你在家用一个家族在跟自己聊天，自己用4种声音围着桌子自己打麻将。该你出了，真的，好牌。好，今天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台上的朋友做一个就是文字方面的探讨。好，来，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见字识人。见字识人，这个规矩很简单。见字识人游戏规则：现场分为朗诵组和猜测组，朗诵组的5人依次朗诵一段来自本组成员的文字，猜测组根据朗诵的内容评价这段文字，并判断出这段文字的真正作者是谁。所以呢，首先请各位根据你拿到的这个文字，在黑板上写出关键词，好不好？检验我们自己就是写字那个字好不好看了哈？对啊。哇，这有人写完了，哇，好快，你看，超能力。小袁写了个抽，还写了个爪子吧，抽出了，抽风。啊，千玺写的是有点慌，然后诗雨写的是淡定儒雅，小袁画了个啥呀？这是什么？抽耳光啊，抽脸，抽耳光。哦，我们涛涛写的是梦，炒作鬼。我不信那么长一个文字就只能提炼出这一个关键词啊！我真的就是一个关键词，但是小桃心是我加的。哎呀！首先第一个，我们有请易烊千玺老师来为我们读出有点慌的这一段文字。那个千玺老师，你想要什么音乐？你可以跟艾森老师要啊。失落一点的音乐。失落。
我喜欢这种捉迷藏躲在树上大家都找不到我的感觉，可是你们不能找不到我就走了呀，剩下我一个人仰望星空，我有点慌。剩下我一个人什么？仰望星空。仰望星空，这还挺浪漫的。这个人现在找到了吗？捉迷藏还在那个地方，感觉找到了，可能迷路了。来，千玺先坐回去啊。我觉得这个人胆子还挺大的，捉迷藏，然后又仰望星空，说明是什么夜里捉迷藏，而且爬得特别高。我觉得他这个人有一点点作。为什么？就是因为是捉迷藏是吗？不是，他又不想被人找到，别人不找他，他又怪别人。但是我觉得先把海涛排除掉，因为要上树，爬不上。海涛可能有点困难，我觉得。我觉得。不应该是他们三个写的吧？这么浪漫，他们还没又不是他们三个，又不是海涛。你觉得诗雨像是坐在树上看星空的人吗？我也上不去。那我们接下来下面是我们小凯超能力，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请。我要一个那种炫酷的音乐。炫酷，滑板鞋怎么样？摩擦。我好想有一天。我能拥有瞬间移动的超能力，让我在繁忙的工作后可以嗖的一下到达任何想去的地方，看尽繁华似锦，云卷云舒，踏遍天涯万水千山。这个有点奇怪，他文字我也想有这个超能力、啊、是，但问题是他的文字的前后两段是不同风格，特别像是交作业的时候，前面那段是自己写的，后面是抄的，有没有？是不是？最后匆匆收尾，是吧？是不是？对，那个小凯，刚才那个有热心观众提出要求，说你刚才这个音乐比较炫酷，但你念的不是很炫酷，你可以用家乡话给我们念一遍吗？家乡话。我想拥有超能力。来，好，来加油啊！我好想有一天。我能拥有瞬间移动的超能力，让我在繁忙的工作后可以嗖的一下到达任何想去的地方，看尽繁华似锦，云卷云舒，踏遍天涯万水千山。万水千山，一下感觉念完以后吧，我觉得是娜姐写的，对，很像娜姐写的。我觉得四川话说云卷云舒好好听啊，云卷云舒。长沙话怎么了？云卷云舒，书用长沙话怎么说啊？虚啊，云卷云虚啊。下面到我们小圆的主题是抽，来小圆请。我要一个 hip hop 一点的音乐。哎呦天呀！要 hip hop， 要那种可以让我摇起来那种。抽了自己三个嘴巴。打死三个蚊子，还有一只，你给我等着，你看我怎么抽自己。没了，给了自己三个嘴巴，打死三个蚊子，然后还有一只。哦，我还要再抽一套，因为三个嘴巴都能打，脸得多大，同时停三只蚊子在脸上。因为这个完全没有一点文学的那种，我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可值得写下来的这件事情。对呀、啊，我念的也莫名其妙。这件事基本上倾向于是海涛，画风比较像是你，真的。这种惨白的叙述倒是有点像我。反正我肯定会排除诗雨，因为诗雨，你想这种名字就跟文字挂不上任何关系。对对，他的世界不会有文字，对，只有诗跟雨。我觉得不是，有可能是他有那么多声音，他有生活感悟的，他不可能生活只有一个感觉。我的人跟名字是反的，有可能被蚊子逼急的时候，赵丽颖那个声音就琢磨出来了。那行吧，那就请诗雨来念吧。好，到诗雨了，淡定儒雅，来请。我去吃重庆小面啦！我的天，那个味道真是太美味了。很久没吃小面的我，依然表现得很儒雅。括号，括号完，没有一副很激动兴奋的样子，但是一吃，那真的是完全没有淡定儒雅这一说。我想，狼吞虎咽比较适合我。那肯定，就他们俩。为什么只有他们俩？
家乡的感觉吧，家乡的感觉，因为他说很久没有吃到了。哎，那这样我觉得至少我们有一点把握。我觉得诗雨这个有可能真的有可能是小凯或者小袁，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其他就可以对号，比较好对号，至少我们捋清一条思路。哎，是我们互相念互相的是吧？对啊，对对，就是你们几个人当中的。你以为还要选谁？哪个是我的？有点慌，超能力。我可能要说唱。提醒您下节看点：见字如面，海涛 rap 现场失控。哦，你的梦进你门。啊！能圆回来，能圆回来。呀呀！奥运冠军前来助阵，高难度热身动作，吴昕可否挑战成功？要拽着我，你不在这儿，你我在这儿，你就要过来拽着我。他们又看到了白云和黑土。再继续，欢迎各位回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有点慌，超能力，我可能要说唱。那你会 freestyle 吗？有 freestyle 吗？可以让我的几位家人展示一下我的说唱功力，好不好？海涛说什么？海涛说我要说唱了，大家是不是很期待？但是一起工作了十几年，他的套路我们也都很清楚了，对不对？可以一人来一段 freestyle 吗？何老师先来一个我的说唱。今天来到大本营，我非常开心。阳光下，我们是盛开的杜鹃花。我说海涛，你说哟，海涛，海涛，以上。好，来嘉哥，嘉哥给我来一个。好了，就这些了。欣姐，欣姐，来一个我的说唱来。大本营的观众都是那么的好看，我也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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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我是短涛，你说帅，短涛帅，短涛帅。接下来，哎呦，你还准备道具 ？Rapper Rapper， 给我一个中国有嘻哈的音乐。看得到吗？看得见吗？瞎了！我这个墨镜有点太多了。来了，给我一个那种光光的，好不好？光光的。这太快了！你说。这我就着急，给你是那种慢慢的，就是那种，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没跟音乐老师对的，可以吧？这个可以啊。Yeah， 今天来到大本营二十周年，可以叫我杜鹃花。哎呦 ，Yeah， 嘿，我是朗读者，我是海涛，接下来我来完成这个梦想。啊哟啊，也许我是你的梦。在这个梦中你拼命逐梦不惧伤痛，也许你心中的梦，你心中的梦正害怕你痛，担心你痛，你的梦由你而住。啊啊，你的梦进你门。啊啊啊要了吧，这能圆回来，能圆回来。啊啊啊，你的梦因你而住。要要，你的梦因你而美。要来了啊，我说你的梦，你们说由你而住，你的梦由你而住，太复杂了。你的梦由你而住，好，这边这边。我说你的梦因你而美，你的梦因你而美，你的梦因你而美。谢谢。好，谢谢。急死我们了。我觉得最后这个是易烊千玺。啊，我也是，为什么陈庚也觉得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这个，我满脑子都是千玺的样子。真的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刚才千玺特别深情的、认真的看着海涛。对，海涛读的会不会是因为对我的那种说唱的喜爱？那不可能，那不可能。哎，我都似乎看到那种画面，他写这一段的时候，就是拿着一串珠子，这样拦着，对，心里住着那种啊。对，那个菲儿你觉得呢？我一开始以为是海涛由内而发的，就是你觉得是他自己写的，对不对？对，梦嘛，全都是梦嘛，完全是抒发情感。是 OK， 我们这样，我们现在先就确定一个位置，就是最后一个是千玺，大家同意吗？同意，对不对？同意。好，然后那个诗雨念那小面那个小面那个，我觉得是小面那个是王俊凯还是袁呢？我觉得是俊凯。好，那就王源是那个第一条，是上树爬树的。那请各位这么做好不好？来，那个诗雨请坐到王源，你到第一号抽那儿，然后海涛坐到超能力，有点慌，然后千玺坐到最后。
哎，我觉得对了，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对了，而且会全对呀。我看他们每个人的表情，现在我觉得有点全对。我觉得千玺肯定是对了，他最不淡定。千玺，我有没有很懂你？好，来，请看正确结果。啊！完了，第一个就错了。第一个就错了，第一个是千玺，第二个超能力是。你看，我说超能力是心理啊！哎，我们现在赌一下，我们全错了没？哎，这画风转得好快，不要不要，什么时候绝对？这样，如果我们全错了，你们可以用一段那个集体用一段那个说唱来 diss 讽刺我们，好吧？好吧？其实现在两个错了，就相当于四个人错了，因为都是为了海涛一定是冲，哎，海涛是冲，这是我写的。自己写的都忘了，我怎么能写出这么贫乏的东西呢？哇，现在抽的自己这一段是不是因为就都错了？现在只剩下重庆小面了。不，如果小面是对的话，小面有可能对了。只剩小面呢，加油！这是谁的？哦，这是我的。谁？小面是我的。哦，对了一个，后面还在写吃火锅，后面还有火锅的。说到吃，还得有火锅，我也好久没吃火锅了。重点是这位，王俊凯同学还是这个重庆旅游大使，你看，最后重庆是好地方，大家一定要来玩哦。好，所以那最后一个是小袁的，是不是？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小袁，这是你的字啊？嗯，好，你字写的好好。哎，等一下。还有一句，我第一次我听说过强扭的瓜不甜，但我没有听说过后面这句强饱的汤没营养。这谁告诉你的？强饱的汤不甜，家里有人强饱，你自己编的是不是？你讲的太好了，我们也没猜权重，也没猜全错，都不用 rap 了。啊，这个你看每个人的文字还是会让人惊喜的哈。不过没有猜到是我吧？这个没有，完全没有猜到是我。我真的，我刚刚听到这个什么梦啊，以你为美，不知道为什么满脑子都是千玺的样子。对，原来是千玺坐在树上。我们跟千玺那次是捉迷藏。你们是找他的人吗？我们是找他的人，然后后来我们走了，找不到走了。然后我们回酒店了，给千玺发微信：千玺你在哪儿？我在树上。哎，小面一个人被猜中了，一枝独秀坐在那里。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组的这个见字识人。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体育课。欢迎各位回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屏。那么大家知道呢，这个我们的少年时代，这是一个体育题材的，然后非常热血非常燃的电视剧。那大家知道呢，作为一个年轻人，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呢，健康的体魄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大师级的教练，请来的是快乐大本营的好朋友陈若琳。欢迎！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大家好，我是陈若琳。是我们那个大本营的好朋友，他好几次就是来探班。若琳这段时间出国办事儿，刚登上飞往加拿大的飞机，大兵说我们邀请来上节目又回不来，然后专门为我们回来的，对不 对？今天呢是这样，我们等一下会有个项目呢，若琳是我们的冠军锦囊，就是每一个队可以借他的力完成一个动作。对，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有力的保障。那但是呢，在这之前呢，若琳先会给我们一些下马威，我们看看我们大师级的教练到底会一些什么样的难度动作。有，其实不是很难，就是我们一些训练的一些基本功吧，大家都可以挑战。都可以挑战。对，我们来看看吧，先看看再说。邓姐啊，邓姐，使劲，一定要使劲。我参加。空中仰卧起坐呀。不是，若琳妹妹，我问一个问题，明明在地面可以完成的事情，为什么要搞到墙上去搞？因为这样看起来很厉害。好，慢慢下来，这个我先派我这边的，好不好？哦，王俊凯。
哇哇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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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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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好像传真机。我可以试一下，不然我就没机会了。对对对，让小圆也试一下好不好？不然他说担心下面那个会更难。我们来按一下，悠着点啊，来。套着袜子，慢点啊，慢点，小圆啊，来，走，啊，好像好像是有点悬，没事，可以，两个，哇，传真传真，三二一。卡住了，没墨水了，没墨了，这份传真卡住了，笑死了啊！还有吗？不用有这个，这个是最简单的了，最简单的，最简单的。谢谢若琳，谢谢我们掌声。我建议若琳，我建议那个看看若琳的下一个男的是什么来。就是这就是我们平时训练就是腹肌核心的力量。哇！这个应该还有韧带的东西，好可怕！韧带。其实我有很久没练了，所以今天有点吃力。这叫很久没练还吃力？你看看我们的，你不是不是是真的，因为我隔他肩膀前。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嘞！好，那个我们谁来尝试一下？好吧，哎，杨迪，好吧，朋友们，可以的，杨迪。你们真的是看我笑话，我帮不然嘞，我帮你扶。你可以再往上面一个，就抓到上面，他够不着怎么办？踩到杠子上面，哇，好丢脸哟这样。然后这样感觉没有后路了的感觉。手整个垂下来，垂下来，对对对对对。好，好，又没起，下一起。就是你的全部了，是不是？我刚刚用尽全身力气，大概有一个15度吧。是，我跟你讲，太累了。你们队现在先派出一个，对不对？我们队也派一个。啊，我们刚刚不算分啊。我们队派，你觉得谁可以？若琳，你觉得谁可以？千玺哥哥可以。跳水冠军。千玺不是哥哥，千玺是我们的人生老师。哎，和我一样也要上杆子哦。好，来，加油！啊！可以了，可以了。哪疼？哪疼？背疼？腰疼？腰疼是不是？腰。所以就是啊，好难哦。换一个。看看若琳下一个男的是什么？来，什么意思？就是你倒立之后，用手把自己人推起来，推着站起来。你是觉得我们是神仙？我觉得能完成前面倒立已经很厉害了，对吧？是单纯为了表现。我们这边派宋茜，就是倒立，是宋茜，宋茜是我的法宝。慢点啊，倩倩，悠着点啊。你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真的。你走过了，我懂，我懂，反。不是因为我劲太大了，翻过去了。对，为了宋茜，我让陈若琳来，这个还不一定来得了呢。你们那边有宋茜，我们这边派出的是欣姐。欣姐。哎呦，欣姐人呢？欣姐，欣姐人在什么？吴欣欣，我们这样，我们后期我们用 P 的，我们都是人来扶你，但是后期把人 P 走，对不对？好，来来来，对，你可以。好，成功了。哎，你起来了又回去了，成功了。差一点，小子，再给点劲儿，再给点劲儿。扑蚊灯吗？刚才又想扑。谁知道你刚才我在这儿接你，刚你。不，谁知道你那么软呢？你要抓着我，要抓他。你在这儿，你太深，我在这儿吗？你就要过来。你再给我使一点劲儿啊！我来扶，我会扶。海涛他只能走到一半，你得抓。没事吗？你不抓。我又看到了白云和黑兔。走。我叫白云，我叫黑。好，今天弯腿，手一蹬，弯腿，手蹬。
干什么？我可没动啊！刚刚怎么会碰瓷儿啊？怎么回事？我没动啊！你踹我一眼，你还怎么？好像街上那种鞋打毛像我打低你了似的。我心如同一坨烂泥。我觉得真的很难，因为需要瞬间在空中一下收。看起来很容易，其实这个很难。你们有男生敢出来挑战吗？来，唐禹哲。试一下。啊，我去。那谁帮你抓？需要人扶吗？你需要人扶吗？扶一下吧，扶一下。我来帮你。是我不会的。海涛扶啊。海涛做的是一组强的动作啊，来。好，好。撑好，撑好，肩顶直，肩顶直，这边顶直，顶直。好。弯腿，弯腿，弹手。然后腹肌用力弹，把腿往下打，弹，往下打。打快点了。这个环节叫整海涛。我什么时候松手啊？不是，上来又说我把住是吧？你完了，我什么时候分手？主要是带着我走吗？他使劲的时候。对啊，就是海涛影响我们。那个已经在若琳的指导下，我们大家在感受这种训练的这种强度和它的有趣的地方，也是辛苦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看你行不行的正式比拼。看你行不行？游戏规则：游戏分为两组，每组各玩一轮，每一轮由主持人规定垫子上的身体部位，每组派一人指挥，其余五人合作完成动作，使得垫子上的身体部位符合题面要求，并且坚持三秒即为成功。每组有一次使用冠军锦囊的机会，完成所有规定题目用时较少的队伍获胜。第一轮出战的是蓝队，维嘉做指挥，实力不俗的他们会贡献怎样精彩的表现？准备好了，来，预备，计时开始。一个后背，两只脚，两只膝盖。一个后背，两只脚，两只膝盖，两个膝盖，一个后背，两只脚，两只膝盖。踩在他身上，在他身上，对。好，三二一。好，下一个，一个劈叉，两个头，两只脚，三只手。等一下，一个劈叉顶着，一个劈叉，两个头，两只脚，三只手，一个劈叉，两个头，两只脚，三只手，一个劈叉，两个头，两只脚。菲儿，你好像一个拖把。菲儿。来，三，准备好，不能用肚子，把头，对，头放在地上，头放在地上，三，少一只手啊，三只手，好，三二一，成功，成功。下面一题，一只膝盖，两个屁股，男生躺着，女生在他们身上，对，一只膝盖。躺着，一只膝盖，两个屁股，两个屁股有了，一只膝盖，一只膝盖，两个屁股，来，三，子枫脚要抬起来，准备好，准备好，三，脚抬起来，三二一，成功，两只手，两个背。两只手，全部都上到他们身上。两只手，两个背。好 ，OK 了。三，哎，子枫的手，子枫的手，子枫的手，来，三二一，成功。一个背，两只膝盖，一个背，两只膝盖，都在他身上，都在他身上，全部都上唐禹哲身上。一个背，快上去，别犹豫。菲儿脚要起来，菲儿脚要起来啊！准备三。准备三，三二一，成功！好，多长时间？多长时间？记住啊，记住，你们
很厉害，是你们完全没有借助到冠军锦囊。哦，忘了。好，这是蓝队的时间，3分56秒。下面红队上，来吧，我来好好指挥一下啊！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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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吗？好了啊。计时开始，两只手，两个头，三只脚。两只手，两个头，两个头。两只手。对，就两个倒立的。两个头，三只脚。三只脚。三只脚。哎呦，你可以这么久啊！两只头，两个头。哎呦妈！两只手。哎呦我的天哪！多了。现在三个头，现在三个头。三个头，两只手，两个头，三只脚。哎，已经输了他们。怎么那么多人喜欢倒立啊？你们那支队伍。哎呦，街舞动作。计时，3、2、1。好 ，OK。来。提醒您下节看点：王俊凯奇葩脑回路。惹得众人爆笑连连，一个头，一个臀部，一只手臂，一只膝盖。王俊凯的意思让你们都消失。让一让收官唯美大秀，惊艳全场。葫芦娃前来报道，看他们是如何打败蛇精病。想救出你们的演艺，需要经过我的重重考验。4月29日起，每周六晚10点，一叶子面膜，我想和你唱。欢迎各位回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一个劈叉，一个头，两只脚，一个劈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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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昕，快，一个劈叉，一个头，两只脚，就一个脚是抵住了，撑住了，其他的人要踩到吴昕身上，背在吴昕身上。哎，我们一个头，一个头，一个头，有了一个头，两只脚有了。其他的两只，哎，好，来，3、2、1，好，可以，可以，来下一个，下一个，一只手，两个后背，一只手，两个后背，两个后背，两个后背来了，两个后背来了，上，所有的人上去，所有的人上去，上，他们要换陈若琳，要换陈若琳，哎呀。两个后背有了，全要上去，全上去，全上去，全上去吧，全上去再上去，全上去，全上去吧，全上去再撑一个手。对，这样可以。好，何老师有只手，然后陈若琳上去。哇，陈若琳不能有手，一只，对，不行，没有脚，怎么若琳上去添乱的呢？所有人都撑上，哎，对，都要。腿要收起来，看谁慢慢这边那个，对，可以，好，来了，准备来，3、2、1，来3、2、1，好，一个臀部，一只脚，两只手，一个臀部，一只脚，两只手，一个臀部，哇，王俊凯把臀部都放好了。一个人的一个臀部，一只手，啊，一只脚，两只手，他可以一只脚也只有，现在多了，只有一只脚。千玺的脚怎么办呢？何老师要，何老师要飞起来，何老师要背着星星站在王源的身，不行，太重了。听好了，一个臀部有了，一只脚，现在要一只脚，让海涛背两个人不就行了吗？王俊凯就坐在地方把臀部放好了，反正不管。让海涛背两个人，前背一个，后前抱一个，后背一个。没事，可以背一个臀部，
一只脚，一只脚。哎呀妈呀！不行，现在这么多脚，好，可以可以。来，我的天哪！来准备啊，一只脚一只脚可以啊。哎我的天，来了啊！来准备，来来三，等会儿，来来来来来，可以可以。来来来，再组织一下，再组织一下。好，来来来，来准备，来何老师上去，何老师上去，好，上来，三二，也可以，两只手，这一只手臂，一个膝盖，四只手，一只手臂，一只膝盖，四只手，天哪，一只手臂，一只膝盖。两只手，两个头，三只脚，一个劈叉，一个头，两只脚，一个臀部，一只脚，两只手，一只手臂，一只膝盖，四只手。王俊凯，你一个人把那个做，把四只手留给他们是吧？让他们全部倒立，单手倒立。王俊凯的意思让你们都消失，让你们都走，都走，只留下四只手。俊凯已经做了大半。何老师，你们就四只手倒立，单手倒立。单看王俊凯，他已经做完了。就是一个底座，然后其他四个人都劈掉算了，就成功了。一只手臂，对，就对，把你的两个腿架在那个膝盖。一只膝盖，四只手，可以，可以，可以。哎呀，可以。准备啊，来，三二一，好 ，OK， 好，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他们组太难了，我感觉我上去捣乱呢。红队的成绩是7分30秒，获胜的是蓝队。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不好意思，让一让。我们这个团队很明显就是一个 team 的，对吧？是一个 team 的，对吧？不知道他们那边肯定没有什么让让团，所有服装的钱都花在我们身上了。让让团会是什么样？掌声欢迎让让团出场！哎呀，何老师被挡住了。耶！朋友们好，谢谢你们为我远道而来。哟哟哟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阵容 ，TFBOYS， 哇，以及第一次来到大本营的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湖南卫视的主持人，我们的刘晓燕，欢迎晓燕。大家好。我们各自喊一下各自的口号。哦，好啊，谢谢你们，让让团吧。不好意思，让一让。小叶，小叶，我们的口号是不好意思，让一让。对对对，你早就知道了，对吧？知道。来，三二一，不好意思，让一让。不让，我们不让。不好意思，让一让。好累，走了走了，好累，走了走了走。走了走了，干嘛？皇上，闭眼了。刚才在上一轮的游戏当中，就是体育课里面，我们这班是获胜了，对对对，所以我们有权来决定是先演还是后演，大家商量一下。团长，我们商量一下。团长，教练好，听我的，那就是商量完了，商量完了，我们决定后演，你们先来，对，先看看你们的水准，先看看你们的水准，我们再有的放矢。对，是这样的，
我们这组先派出的是导演组，说要还欣欣一个很美的秀。哇哦！对，有掌声。哇！大家已经期待已久了，因为是今天是少年时代嘛，我们第一个秀要回到校园的派对，好不好？好。好，那我们第一个来。海丁啊！哼，你们输定了。我们看一下，走。欣姐的表现就特别像那种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丑小鸭，你才丑小鸭。就是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就是小朋友，然后长大了要去参加舞会，那种你展现的淋漓尽致。今天下午去试这个的时候，彩排的时候来了8个人围着欣欣，我说他有那么重吗？所有人在那儿，然后欣欣就是上去之后腰他不敢使劲儿，就一直往后垮着。是不是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说好的美美的秀，跟你想象的一样。我以为是坐在那儿，然后就动两下就可以来了之后。不是，我觉得刚刚那样很这样很美啊。他那个转是很成功的。对呀。就唯一托举有点明显。托举有点歪。你每次要托举之前，脸色大变。不太行，我不知道怎么使劲，所以那一举我就很恐慌。好，接下来要轮到不让团了。哎，我们也派舞蹈吧。当然。好不好？舞蹈和他们对垒。好，宋茜跟那个宇哲。哇！宋茜、唐宇哲 ，Go！ 还记得上次跟好哥们儿一起打篮球的暑假吗？你呢？如果运动加上舞台的精彩碰撞，又会产生怎样的奇妙效果呢？ Katy Perry 令人难忘的表演今天将在让一让的舞台上惊喜重现，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哇，
这是我理解的那种美美的秀，对，这是我想的。好多年没有听到宇哲唱跳表演，看到唱跳好有范儿啊！倩倩真是每一次在不好意思让一让你们都突破自己的极限。现在已经到这儿了，真的是太厉害了！我现在开始，我对刘烨跟西西我们的秀还是多少有一点信心。哦，你们那个很棒，很棒。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很不容易，是，知道吗？因为我们高龄还挑战这种超短裙，托举又这样跳，真的很不容易，有同情分，对不对？我们这就不用拉票了，不用拉票，有痛苦，对不对？我们也不拉票了，我们让 TFBOYS 来帮我们拉票。哎，又来这出，请大家多按蓝键，我们是蓝键，来。好，请大家多按蓝键，不然我们就被跳上去了。哎，大家很想看你们跳上去，说实话。还是看你们的心啊，觉得哪个节目好。如果喜欢我们这个，按蓝键，红键，按红键好不好？红键，各位100位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让团，请投票。到底谁会胜出呢？请揭晓。实力说话，没有二比一嘛，起码是30%的人选了我们，39%，对，39%的人，一人还有十几票，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你们圆了星星要一个美美的秀这个愿望。我想的是这个这种，我心里难受的是那个等一下那个 TFBOYS 就只有39%的舞台可以表演了，祝你们好运，好不好？好喜啊！好，来吧。在哪呢你爷爷？你为什么是个男的？我啊，
我你找我姐是吧？啊，我姐出去打野去了，没空。啊，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我介绍一下我，我叫蛇精病。哪有你这么胖的蛇精病啊？啊，我你也可以叫我口味蛇。蟒蛇精，你看我叫口味蛇，但是我很强壮，好不好？想救出你们爷爷的心，我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必须要经过我的重重考验才可以救出爷爷，好不好？首先想救出爷爷，我要看你们有没有力量。来，嘿，下来。啊，停，这是一个沙袋啊。接下来就是展现你们力量的时刻了，如果你能，就是那个，来吧来吧呀。还是非常厉害啊！啊，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你们的弹性到底是怎么样了。我们可以直接看表演，不要看串场吗？可以，马上就看，马上就来，马上来了。江湖骗术。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三位小葫芦娃到底会呈现怎样的表演呢？开始了吧。王爷在混，哎呀，哎呀，天哪，这什么？哎呀，放了我爷爷！哎呀，哇，你们真的是太厉害了！快，我们一起喊放了爷爷！放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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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提醒您下节看点，暑假神剧秀，状况不断。紧箍咒，紧箍咒。乘坐吧，我的小小傻傻来。再继续。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来这个时候是应该我们上来说，哇，这个表演好棒啊什么的，对吧？哇！我想问一下 TFBOYS 棒不棒？棒！有没有想打蛇精病的？举手！活活打死！哦，所以它是其实是一系列的健身动作，然后组成的一些舞蹈操，然后把它结合起来。对对对对，就是健身，其实夏天到了就可以健身，好好锻炼一下自己，是吧？刚刚就是用不同的道具展现出来，真的其实还挺好看的。但是我想采访一下王源同学，你在里边混啥呢？我没有混，就是最后一个实在绷不住了。对，中间王源这个实在绷不住，然后假装那个绳子这样。没有，刚刚那个王俊凯也很精彩，那个球早就滚走，他还这样，球跑了，好厉害，王俊凯。我只是很不解，葫芦娃的表演为什么会用到这么多 wave 的动作？最不理解的就是对着两个人对着那个柱那个健身球那个，对，那个真的是好奇怪。好，大家记住我们。对我们 TFBOYS 的表演，好吧？那接下来佳佳到你们这边了啊！好，
团长要换马了，我要出马了。杨迪，杨迪，我带着若琳和子枫，我们演一段《西游记》，走。哇哇！有请杨迪、子枫，还有我们的陈若琳。要经过我马栏山，忘词，加油加油！我已经派人去巡山了，一有消息就会向我汇报。大王，大王，大王，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回来了。现在什么情况了？大王，那个我扎住了，大王教我背的口诀我背的可好了。那个大王叫我来巡山，唐僧出现赶紧窜，八戒沙僧无所谓，悟空出现一锅端。哎呀哎呀，老孙在此。紧箍咒！哎，你不掉我！哎，观音菩萨，我不用取西经了，因为这个都掉了。就把孙悟空给我端上来了。小妖，谢谢带路，这就是我的计策。好你个妖怪，到我孙悟空降妖除魔的时候了，刚拼出了几个妖，又降出了几个魔。我想了一下。我降妖除魔还是要讲究公平，不能我只有武器你没有武器，对不对？给你个机会拿你的武器去，把我的宝贝拿上来。妖怪，你想拿的是这个吧？ What? 我的宝贝怎么跑你那去了？怎么有两个？我这个是葫芦爷爷，你那个是葫芦娃。葫芦娃？我们这才是葫芦娃，不是在那儿的吗？那三个是假冒伪劣的，你那个是真的葫芦娃，还没有生出来，但这些不重要。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妖怪，有何不敢，你那个是假葫芦。行，我现在马上叫修脚大王。啊，他不是、啊、错了错了啊，捏脚大王。大王也不是，不是不是，洗脚大王。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大王还不是，你怎么还猜不对啊？那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哎，过来过来，大王是银角大王。你怎么能把我名字告诉他呢？银角大王在啊！等一下，停！怎么了？孙悟空，你的话太多了，来你说，你说吧。我想通了，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所以呢，你们赶紧去西天取经去吧，快去吧，快去吧。但是我走之前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什么要求啊？我想和你们两个嗨一曲。不知道可不可以啊？因为我跟着师父取经很久没有释放过，好不好？好呀。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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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人间转一转一转，打击我的苦，敲击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八个和尚做晚餐，这人间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谢谢。哇，哎呀。我能问一下，你搞得清楚孙悟空和金刚的差别吗？我这个直接是街上买的那种，然后把那个膜剪掉了。你这个特别像有一个潮牌，你知道吗？是不是？看到你们的表演，我觉得刚才我们 TFBOY 和海涛表演相当流畅。大胆。但我觉得最不容易的是子枫，子枫穿插在我们俩中间。子枫一个老艺术家，带着满身的演技跟你们在这尬演，他真的演得很好哈，小妖那种感觉。对，仅次于我。好了好了，我这样一抬头看到杨迪，我好想让他赔我钱，我觉得他吓唬我。没事，欣姐你多看看我就好了。哎，我们看猴哥打蛇吧。嘿，妖怪，妖怪，
拿一个红色大蛇，我要看。嘿嘿，好哥，好哥，问你我爷爷在哪儿？好哥，千万不要怪我，你师父没在我这里。啊！好你个蛇精，哼！好脏的表演啊！接下来要给我们刚才这两个神剧啊，《葫芦娃》和《西游记》来投票了。喜欢我们让让团的表演，请按蓝键；喜欢我们不让团真正名副其实的尬演的，请按红键。来，准备，三、二、一，请选择。放了耶！放了耶！放了师傅！放了师傅！谢谢你们救爷爷，谢谢。这个结果很出乎我的意料，原本以为是，因为我没想到我们票数会这么高，多了是吧？我觉得这个票数应该是给子枫和若琳的。对，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们超过了个位数，因为我们以为只会这剩这么点舞台。接下来是两边都要表演的一首歌。接下来依然是我们暑期的这个神剧档。说到这个暑期神剧，大家一定不能忘记的是我们湖南卫视这个叱咤多年的《还珠格格》。哦。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刚才获胜的 TFBOYS 先来抽取一张卡，看到底待会儿同一个表演当中，哪一边是高配，哪一边是低配，好不好？好，来，我们把这还抽什么抽呢？银色的和金色的，你们想抽哪个呢？你们先来，就银色的吧。银色，好，高配。啊，我跟金色该不会是低配？太出乎意料了，怎么可能呢？菲儿从一开始就顶着这个花盆底。对呀，顶了这么久了，然后还来个低配，让你们欣赏一下低配入门级的表演。好，接下来有请他们联袂为我们带来高配低配版的当。
刚才那个佳佳和菲儿已经完全放弃了这边的，没有放弃，我们很用心的，好吗？没有，我放弃了。菲儿一直靠着这个墙，看着不敢相信自己两边的世界，是不是？我觉得我很适合这个表演，我感觉出来了，对，你很投入。我找到了一条新的演艺道路。真的吗？我人生最尴尬就是在商场门口。开业了啊！来来来来来，开业了，开业了。接下来就是我们观众朋友的投票时间了。如果喜欢还要投票吗？我怕投吗？我怕他们尴尬，好吗？但是我们赢了，怎么好意思啊？人生已经到谷底了，就这样吧。五阿哥真的疯了，你是不是太子的位置被剥夺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一季最大悬念，到底佳佳和菲儿能不能上十位数呢？还是给观众一次表态的权利，好不好？这也是我们不好意思让一让这个快乐大本营20周年特别企划的最后一次投票了。我们有请100位观众朋友，请选择。认真投啊！最后一次了，50对50了，给我们个面子。到底谁会胜出呢？请揭晓。这个是，不好意思，让一让，我当团长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分数。我很想知道这10位投这边的观众，你们在哪儿呢？你们在哪儿？这10位朋友，怎么找到的？每个人送一个锅盖啊，好吗？那谢谢。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让让团这边获胜了。我们再大家商量一下，在我们让让团当中，会有一个人可以得到。快乐大本营20周年的这样一个非常精致的胸针，哇，胸针，这个很漂亮，就一个人能够得到吗？上来吧，纯金的，纯金的，好，来 ，TFBOYS 决定把这个给第一次上大本营的刘烨，哇，我们这个刘小烨，刘老师，我的紫禁城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宝贝，哎呀，别了。菲儿是这样的，节目组肯定是没准备，但我私人有一个，我给你行不行？真的吗？啊，可以吗？好棒！好棒！笑，给你一个来。维嘉，维嘉，真的疯了，真的疯了。好，再一次谢谢大家，谢谢。同时呢，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杨迪和倩倩。没事，谢谢。奥运世界冠军陈若琳，谢谢若琳，谢谢。来，我们一起用我们的 Vivo 的合影啦，来合影。提醒您下期看点：大本营迎来最强音乐盛宴，3位音乐召唤师。携手10位快乐男生前来挑战，导师们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我要赢一次，保证在今天你们一个分数都拿不到。没有激烈的比赛，只有残酷的拼搏。先声夺人，让他们手足无措。让你知道什么叫红彤彤哈！我是没有在怕的，小猪哥。对，他不会被打死吧？让我来吧，让我来吧！我个人最喜欢的拖鞋哈，要玩就玩狠的哈，来来，再也不玩这个游戏了。召唤音浪，迎来命运大反转。苏哥，对不起，怎么了？错了啊？怎么？这个游戏叫我娶谁？错了。哎，小猪，干嘛？小猪哥，你干嘛？萌妹们的支持让他们难招架。听他歌，我觉得哎呀，好好听。爱心发射，冰冰冰。哪个背影会最漂亮？外表斯文，内心狂野。啊，说得很准啊，健哥。biu biu biu。不折不扣的暖男。准哎。我呸。
最终歌技对决，谁的声音最能打动你的心？1, 2, 不给听。下周六晚，狂欢不断，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冠名的快乐大饼的全部内容。是的，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首席台网合作伙伴。